咁上一個禮拜咧都係我講到，咁今個禮拜咧就叫做七教會七教訓。咁原本咧都冇乜特別嘅心咧諗住去聯繫呢兩次嘅講道嘅。咁不過咧後屘一路預備嘅時候咧，有啲關係喎。有咩關係咧？咁就要睇到最後嗰張投影片咧就知啦。咁所以就大家俾啲耐性。咁今次咧講到咧，我恐怕長，所以咧我就盡量簡單。咁盡量簡單咧，可能都要50分鐘嘅。咁希望大家唔會覺得呢50分鐘嘅過去啦。咁啊，希望能夠破到呢個50分鐘嘅界限。咁咧就七教會七教訓，我哋如果信咗主一段時間咧，都知道咧喺啟示錄裏面咧有講過有七間教會，係咪？咁呢七間教會咧？使徒約翰咧就從耶穌嗰處領受到咧，話叫佢要寫信俾呢七間教會，同佢哋講啲嘢。咁大多數嘅講道咧都係講一間教會嘅啫。咁啊成篇道咁啊講一間，咁其實都好多嘢講。咁我咧就一個講七間，咁咧就話咁多點得啊咁。因為有陣時咧就係你唔睇曬咁多咧，就冇一個全面啲嘅圖畫俾到你一個概念，好片面咁樣樣咧，就唔係咁足夠。咁所以咧，我就嘗試一次就講曬。咁因此咧，就會可能嫌過分簡單啦。啊，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喺嗰個輪廓上面咧，能夠掌握到咧係整體係點樣樣。以弗所就係第一間嘅教會咧，就呢、這個使徒約翰咧就領受到要寫信俾佢哋嘅。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就將佢分開咗七節咧嚟到去去睇。咁因為有時間嘅關係咧，我讀咧快啲。咁第一間教會咧有七節聖經，咁嗰處耶穌就同約翰講話：你要寫信俾以弗所呢間教會嘅使者，話俾佢聽咧，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台中行走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那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台從完全挪去。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的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咁呢個咧係第一間教會咧寫信俾佢嘅。咁以弗所呢間教會咧就喺土耳其嗰處嘅，現今嘅土耳其。其實七間教會咧都喺現今土耳其一帶，就係保羅咧去傳道嘅時候咧，喺現在土耳其嗰一帶咧，周圍去傳道咧，建立起好幾間教會。咁呢度咧其中一間。咁呢個以弗所咧喺當地啊嗰個嘅地域嚟講咧，原來當時咧係一個商業、貿易、政治嘅中心嚟。咁咧喺羅馬帝國裏面咧，就俾一個叫做自治權俾佢嘅，即係你可以自己統治自己，有很高嘅權力。咁而喺宗教上邊咧，佢哋咧就起咗一座神廟咧，去敬拜呢個亞底米啊。咁我哋睇《使徒行傳》嘅時候咧，去到差唔多末後，保羅喺以弗所點樣樣同亞底米神廟嗰啲嘅人。敬拜佢嗰個神嘅嗰啲人有啲嘅衝突咧，我哋都睇到有呢個亞底米神廟，佢哋有好大嘅勢力。咁呢個嘅外邦神咧，佢哋話咧就象徵生育啊、安全啊、財富啊咁，所以當地嘅人咧就好中意拜呢個神，因為拜呢個神咧就可以得到呢一切嘛。咁以弗所呢個地方咧係咁樣嘅地方，咁當地人咧因此咧就啲道德啊好低落啊咁樣樣，咁信神嘅人咧就其實又唔係好多。咁呢度咧提到尼哥拉黨咧，就係、是、一個要提一提啦。咁咧，你如果查呢、這個歷史啊，或者查呢個電腦咧，即係都唔係太肯定嘅答案話到俾你知。不過咧，就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叫 John Stott 咧，佢就根據嘅認識咧，佢就覺得話呢個應該係早期教會一個執事
即係《侍郎傳》裏面提咗七位執事嘅其中之一位。但係呢位執事咧，可能佢嘅信仰咧就開始咗有啲嘅轉變咧，就去傳揚一啲錯誤嘅嘢，就成為咗一個害群之馬咁樣樣啦。咁總之佢所傳講嘅，佢所教導嘅，佢所引領人哋走向嘅，有一啲極度錯誤嘅嘢嚟嘅。Okay? 即係讀福音同耶穌所傳嘅係唔同嘅，錯誤嘅，係一個咁樣嘅所傳嘅事情咧，一個黨派啦，即係叫做咁就係尼哥拉黨。咁呢個以弗所教會咧，我哋睇下一張頭影片咧，就對呢段嘅經文咧清楚啲咯喎。咁我咧就一個顏色咧，即係藍色同黑色啊，希望大家面上睇到啦。即係藍色嗰啲咧，就係話佢做得好嗰啲。即係耶穌叫佢寫俾間教會，話俾佢哋聽啊，讚賞佢哋有啲咩咧啊，好勞碌，好忍耐。咁我哋咧喺聖經裏面都知道啦，能夠咁樣勞碌忍耐咧，都係好嘅，係咪？另一個好嘅咧，就係話佢唔能夠容忍惡人，惡咧係唔可以容忍嘅。嗱，呢個留心喎嚇，唔係話唉啲惡人唉算啦，包容佢啦，唔係噶。是不可以容忍的。那他们另外的好处就是说，曾经试验出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的假来，这个的辨别能力呢是重要的。不是说什么人讲什么东西、啊、都得，他有他意见，我们现今的世代呢就包容、啊、就是、啊、你有你意见就尊重这样的。那这个呢在出面 的社会呢去咁樣做咧，都大部分情況啱嘅。但喺信仰嘅範疇底下咧，就要睇清楚嗰個係咩嘅意見，嗰啲係咩嘅説話啦。佢所講嗰啲係乜嘢啦？如果嗰啲人所講嘅係唔同保羅所傳嗰個福音，成本聖經所傳嗰個信仰，咁嗰啲係假嘅。我哋就要有呢個辨別能力，看出嚟，分別出嚟，唔好照單全收。另外好的呢，以弗所呢就是恨惡尼哥拉黨，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嗱，呢句聖經呢就真係寫得好啊。寫得好呢就係佢哋唔係恨惡尼哥拉黨嗰啲人，係恨惡嗰啲人嘅行為。嗱，分唔分到啊？即相等於呢，最近我哋成日講同性戀㗎嘛。我哋係完全接受同性戀嘅人，但係我哋唔接受佢嘅行為。因此他们必须离开这个行为，圣经说是罪来的，不得。我们接受那个人，我们欢迎他来我们教会，不过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他脱离这个行为，因为这个是神所憎恶的。跟这个一样，恨恶那些人的行为不是恨恶那些人，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那有些人呢又说啊，基督教你们都是说爱的，是爱得啦，那就太简单。同時有很多人的愛比神的愛更大，聽不聽得出這句話的巧妙？他們的愛比神的愛更大，因為神都會恨惡一些東西。這裡耶穌說，這些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什麼耶穌會恨惡的嗎？會啊，這些不合神心意，引领人离开福音的信息，这些人的行为耶稣是恨恶的。那耶稣恨恶你是爱，那你是不是爱得大过神的爱？这个是不对的，不是说什么都爱的，要按神爱的我们爱，神恨恶的我们恨恶，那就对了。以弗所的书做得好，恨恶这班人的行为，因为呢这个也是耶稣所恨恶的。啊，那以弗所挺好，是不是又勞碌又忍耐，又能夠有分辨能力，又忍耐勞苦，又不乏倦。哇，真是好，是耶穌都贊同他們好。不過有些東西他們不好，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我們呢很多人都做好人的，是善事很多人都做的，不是只是基督教你們教會做的，外面很多團體都做，很多其他宗教都做，有很多不信任何宗教的人都做的，甚至乎啲你话啲坏蛋啊嗰啲人都会做好事噶，系咪？所以做好事本身
唔足夠，要睇下你因為乜嘢嚟要做呢啲事。如果你唔係用一個基督嘅愛嚟到驅動你所做嘅事情咧，嗰啲嘢全部都冇意義。嗰啲所有嘅善事，你捐幾千億去邊度救濟啲咩人，嚴格嚟講，永恆裏邊都冇意義，因為嗰個唔係從基督嘅愛嚟到驅使你去做嘅嘢。所以你以弗所嘅教會離棄咗呢一個起初嘅愛心咧，耶穌話要責備佢。所以咧，我哋要檢討我哋自己咧，好多嘅行事為人啊，係啊，聖經咁樣講啊，我哋咁樣做啊，咁你有冇將呢個嘅動力、呢個起源最重要嘅愛心，其實冇咗咧？如果你係冇咗呢個愛心，只係按字面咁樣嚟到去做咧，就變成咗耶穌成日話嘅法利賽人。愛心係好重要，以弗所咁樣失去咗呢個愛心。耶穌話：你哋要悔改啦，悔改就得啦。重點係咁，其他仲有好多詳情咧，今次唔講。第一間教會以弗所就失去咗呢個愛心。第二間教會叫士每拿，喺第二章八節至十一節，好短嘅幾節經文啫。呢度話要寫俾士每拿教會嘅使者，話俾佢聽。那個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話，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旦一會的人。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無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一樣啦，士每拿教會有啲嘢做得幾好，有啲咩好呢？藍色嘅，佢依家喺患難嘅當中，佢係貧窮，反而佢依個好。我哋啱琴日咧查經嘅時候咧，都提到啦。哦，神叫凡事都順利噶嘛，你就夜思想神嘅律法，因為乜都好噶嘛。是不是呢？到了新約的時候呢，這個福音的內容揭示出來呢，更加真確和全面呢，就告訴你原來有苦難。這個士每拿教會有一個經典的教會，他在患難的當中，他在貧窮的當中，這個聖經是不是搞笑呢？你卻是富足的，又說我貧窮，又說我富足，那即是什麼呢？聖經呢，很多時候都帶引我們呢，是要從屬靈的角度，從神的角度，從永生的角度來到去看。現今他們是貧窮，但是他們靈裡面是富足的，他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呢是豐富的，是行得好的。所以這個括著呢，說你們是富足，表面上患難啊，貧窮啊，啊你們要受苦啊，神不是顯天兵天將來將他們拯救出來脱离这个的苦境。耶稣说，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什么？继续啦，继续忍耐啦，啊，会受患难十日的，你要至死忠心啊。那即是怎样？即是我不会来当中施以援手，改变环境，拯救你出来，好像很多神迹，或者好像很多的使徒经历的，在监里面，哇，突然之间大地震啊，又闪光啊，有声音啊，哇，锁链断开，跟住有天使带佢离开，咁冇啊，你继续忍耐啦，受患啊十日嘅，嗱十日咧唔系真系表面指十日，喺犹太人嘅传统里面咧，对嗰啲数字咧有一啲好特殊嘅意义嘅，即系等于我哋话啊，好多人啊，万人空巷啊咁啊，一万人好多啫咁。萬人空巷是多到很多的解嘛，因為中國人是這樣嘛。猶太人呢說得十日呢，就是說很多日，不斷地很多日，十日就是這個意思，就是無窮無窮無盡一直下去很多日。所以呢他就說勸勉他們要至死忠心，就是說這個患難不能擺脫，這些的貧窮一直都是這樣，環境不會改變，繼續受苦啦，至死忠心，咁咪講曬。
姊妹嗱教會咧同以弗所教會唔同咧，你睇曬咁多節經文咧，冇責備過佢哋咩噶？呢啲全部都係讚賞、勸勉、鼓勵，係一間行得好嘅教會嚟嘅。呢間教會咧，佢哋嗰個嘅環境咧，一樣係有啲神廟敬拜佢哋嗰啲希臘神宙斯啊、西布尼啊嗰啲咁樣嘅。咁咧仲建造咗一個廟咧嚟到敬拜呢一個羅馬皇帝提比流，一樣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宗教上邊嘅吸引啊，或者個挑戰俾基督徒。但係呢班基督徒咧，佢哋喺當中係貧窮受患難。咁可想而知咧，佢哋喺一個咁富庶嘅地方裏面，都會貧窮受患難咧，就係、是、同其他唔信嘅人咧係好唔同，顯出嗰個分別。不過佢哋咁樣受患難貧窮咧，耶穌係讚賞佢哋，勸勉佢哋，叫佢哋繼續忍受落去。咁呢、這個到如果係我哋自己，我哋教會去面臨一啲咁嘅情況嘅時候，你要有心理準備咧，就係話，咦，好可能都係好似姊妹嗱教會咁嘅啫，唔係話喺度咯，國民祈禱天上顯個大神跡啊，好多嘅變化，唔一定嘅。兼且咧，可以話俾你聽，個成數咧係咁樣居多，因為呢個咧係聖經嘅啟示咧，去最尾嘅時候咧，耶穌叫約翰寫俾當時七間嘅教會，係寫俾當時七間嘅教會係點解要咁樣寫啊？你係咪求其揀七間出嚟？是揀最有代表性的七間教會面臨的情況呢，你可以講話這七種的模式呢，你就是但一樣，或者是但你就有包含了幾樣，一路到現今的教會我認為都是，因為呢一路看下去呢，我們會見到呢次次講完那間教會呢都有一句這樣的話，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聽的，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所以在啟示錄裏面最後一卷的書這樣向我們啟示呢，這個教會的情況，七間教會的情況呢，就代表了所有的教會你怎樣的變化呢，其實你都離不開這七種教會的情況是第一種。所以這個我們要留心，有一些的神學家他們研究聖經，他們說這七間教會呢叫做七個時代，大家可能有聽過叫時代論，就是說教會的發展呢、哦、初期呢好像以弗所教會，不過過了幾百年呢就好像是會了，但是就識法跟著呢又過了幾百年呢又變第一間教會這樣，一路發展下去呢就到現在呢就、最輪迴的時候呢可能去到第六間第七間這樣的樣子。這些呢有他聽起上來呢都好像幾能夠解釋到一些東西的令到你覺得佢啱嘅地方，不過咧，按咁樣樣啟示錄你一路睇落去咧，就唔應該係按時代分，應該咧就係、是、話所有嘅教會咧，唔係咁樣就咁樣，唔係咁樣就咁樣。咁因此咧，啟示錄列曬七種教會、七間教會出嚟咧，提醒我哋你自己嘅教會，如果落喺邊種光景嘅時候，你要點咧？如果依家我哋嘅教會落喺好似姊妹拿咁樣嘅警服裏面咧，我哋就要點啊？就要至死忠心、忍耐咯。咁咧，主就會賜俾我哋生命嘅冠冕。姊妹拿教會係一個好得主稱讚嘅教會。不過你話：哎呀，死啦！好得主稱讚又要咁樣受苦，真係唔係幾好嘅。咁啊，唔到你揀嘅，睇下你自己到時落喺邊個光景咧，你就按聖經嗰個嘅啟示咧，點樣嚟到去應付。第三間教會別加摩，十二節到十七節。別加摩嘅教會咧有簡短啲啦，咁佢咧呢一處話咩咧？我知道你嘅居所係有撒旦座位之處。當我忠心嘅見證人安提帕喺你哋中間撒旦所住嘅地方被殺嘅時候咧，你還堅守我嘅名，沒有棄絕我嘅道。然而有幾件事要責備啊！因为在你那处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是谁啊？是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在你那处亦都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党一人的教训，所以你们怎么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这里就是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做对的做得好的有什么呢？
點解著咗紅色咧？就話著藍色先啦。啊，一齊，因為時間關係。藍色好少得一句，就係咧，當呢個嘅見證人被殺嘅時候咧，你還堅守我的名，武器我的道，呢個係重要。喺有啲嘅患難，特別一啲好激烈啊、好震撼嘅逼迫臨到嘅時候，教會能唔能夠堅守神嘅名，唔棄絕神嘅道咧？如果能夠咁咧，主就讚賞。別加摩教會呢就能夠做到咁，所以呢，不過呢又可圈可點呢，你哇堅守的名，即係其實都好問水嘅，即係爭啲就跌到，不過都仲能夠好咁樣。所以呢，立志忍耐堅守神嘅名，咩嘢情況底下唔好棄絕神喺度，好似前一個士妹拿教會咁至死忠心，咁樣就啱，主要我哋咁樣做得唔好嘅，佢哋有啲乜嘢啊？哇！點解睇佢哋教會有撒旦嘅座位咧？即係話從鬼魔而嚟嗰啲敵擋神嘅道嘅一啲嘅道理，或者一啲嘅人物等等，喺佢哋當中有地位咧，咁就造成好多日後有可能發生嘅危險咧，係嘛？另外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個巴蘭呢，大家如果有看舊約就知道了，是當日舊約的時候呢，有一個的、外族呢去請這個巴蘭去救助以色列人，巴蘭呢就貪圖一些的錢呢，就想方法來到最後呢引誘以色列人呢去行入得罪神，吃藝祭偶像之物。那這個巴蘭死了很久了，那為什麼呢？那意義呢就是說他們當時有人服從了咁樣方向嘅教訓，就係、是、好似巴蘭咁，為咗利嚟到將呢啲半腳石擺喺啲信徒嘅面前，令到佢哋吃祭偶像之物，行呢個奸淫嘅事，係神所憎厭嘅罪惡。另外仲有一樣喎，服從咗尼哥拉一黨人嘅教訓。我哋咪好熟，正話啱啱講過尼哥拉黨嘅，正話咧講以弗所嘅時候，佢哋係恨惡尼哥拉黨一人。一黨人的行為噶嘛？呢度呢班人冇恨惡到喎，係服從咗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所以就有問題。佢哋冇好似以弗所教會咁樣恨惡呢啲人的行為。你唔去恨惡，就慢慢接納啊嘛，慢慢接納你就跟從啊嘛。所以呢度咪最後服從咗咯。因此咧，點解好多時候教會我哋話，按照聖經有啲嘢，我哋係要劃清條界線，唔得就唔得啊，冇得包容啊。教會裏面唔係講包容嘅，教會裏面係講聖經，聖經唔包容就唔包容，聖經話包容就包容。要我哋恨惡，我哋同耶穌一樣嘅去恨惡，咁就啱啦。教會係講呢啲嘢，如果想講第啲嘢咧，喺教會出面講，唔可以教會講。教會係按聖經講神嘅道。呢啲人服從咗尼哥拉一黨人嘅教訓。耶稣话唔得，咁要点啊？还有机会悔改啦，悔改喺我哋基督教里面好重要。无论你行到人生边个阶段，唉，我以往又咁，唉，又咁，梗系唔得。唔系噶，你人有一口气在嘅时候咧，耶稣都系嗰句：你悔改啦，一切问题都解决。又唔系嘛？呢个耶稣咁劲，系全部都系。有啲咩问题？耶稣仍然叫约翰写封信俾你，就系话俾机会你，你悔改就得啦。我哋还有一口气在未信主嘅人，你话唉，我都系冇得救噶啦咁，你又知，即系你信唔过你自己啫，你都信得过耶稣啊。耶稣话能够救你就救你，不过嗰条锁匙真系喺你嗰度，你要愿意悔改先得，你要愿意悔改，将你嘅罪交俾耶稣去代替，咁就得。呢个叫悔改。別加摩呢間教會，佢哋墮入咗一啲嘅陷阱，呢啲巴蘭嘅教訓、尼哥拉黨嘅教訓、撒旦嘅座位，墮入咗呢啲陷阱，所以佢哋有咁多嘅問題，神話要佢哋悔改。第四間教會推雅推拉，咁呢間教會咧有18至27節好長嘅，咁咧就
我哋讀啦，譬如嚟睇嗰啲顏色嘅字。推亞推拉教會，耶穌知道佢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哇，真係好偉大！正話以弗所教會都冇咗愛心，佢哋有愛心，有信心，咁仲能夠快一個行為，都算好勤勞。哇！有啲咩事嘅時候，又能夠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嘅善事，比起初所行嘅更多，行善咧又一路一路多。呢間真係非常之好嘅教會，係咪？有進步嘛，一路咧進步，行嘅善事咧就越嚟越多。咁咧，耶穌係讚賞佢哋嘅。但係咧，呢、這個推亞推拉咧，喺當時土耳其，即係而家土耳其嗰個位置咧，佢咧喺嗰個地方咧，係喺一個從士每拿到土耳其北，即係土耳其南邊去北邊嗰個大道嘅中間一個中途站嚟。咁所以咧，喺好多嘅人咧來往啊、運輸啊、旅行啊、商業啊等等咧，去到嗰處咧都會停留。因此咧，佢嗰個商業嘅環境咧係好興旺、好富裕一個社會。咁亦都因此咧，就出現好多嘅問題咧，就點咧？一件事耶穌責備咧，就佢容讓咗嗰個自稱是先知嘅婦人耶洗別教導我嘅，引誘佢哋行奸淫、吃仔、偶像之物。耶洗別係邊個咧？我哋大家如果睇又睇舊約咧，就係神好覺得佢好大有問題一個女人。咁佢個老公咧，亞哈王咧，就係嗰啲壞人嚟嘅，但其實壞得嚟又唔係咁壞，不過背後個女人更壞，所以就令到佢更壞。咁亞哈王咧最出名一個咧就係話，好中意有個人嗰個葡萄園，哇！啲葡萄園真係靚，即係連住我嗰個王宮，即係如果個王宮可以啲葡萄園咁起埋過去，哇！大啲就正啦咁樣。咁咧就去問嗰個人。唔係，我唔買，我中意喺度做。咁亞哈王咧又唉唔開心，就咁咯，都唔係好壞啊，係咪？不過佢老婆咧就話：哎呀，老公唔開心，真係揾人殺咗佢，搶咗佢葡萄園。咁跟住俾個老公起埋佢個皇宮大啲。咁係咪個女人更壞？呢、這個耶洗別咧就咁樣，係一個外邦嘅王嘅女嫁咗俾呢個亞哈王，因此咧將佢哋嘅外邦神帶埋入嚟，兼且呢個耶洗別咧就係咁樣樣，好有機心，不顧一切，為咗自己嘅利益咧嚟到去殘害別人。呢、這個嘅耶洗別咧教導主嘅仆人，引誘佢哋行奸淫。嗱喺個行奸淫咧，聖經裏面咧好多時咧都係主要係指佢將神嘅子民帶佢哋離開神去敬拜別神呢樣，神咧好希望我哋所有嘅子民咧，佢嘅子民咧，好似剛才嗰首詩歌咁咧，指向他讚美，呢個重要嘅，係個指字好重要。向他讚美固然係好，但係唔足夠。你向完佢讚美，跟住又向第二啲神讚美，向第二個甲乙丙丁神都讚美咧，就係點啊？聖經裏面話呢個就係奸淫啊！你唔專一地向著你嗰個神。这个耶洗别就是带以色列民去敬拜其他的神，说其他的神都好啊，给你富贵荣华啊，给你顺利啊，给你很多东西啊，拜埋他啦，你的耶和华都好啊，即是拜埋这些还更加正全面一点。这个是假福音，这个是引诱他们。原来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容让这些事发生，容让两个字呢也很重要，見到咁嘅事情就要停止佢咯，就要唔俾呢啲嘢喺教會裏面發生啦。嗱，依家呢度咧唔係講整個推亞推拉教嘅城市啊，整個城市係點樣樣咧？聖經唔理佢啦，城市好多人都敗壞噶啦。依家講教會裏面，等於我哋依家好多時咧，我哋講道啊，講好多聖經，我哋唔係講出邊嗰個世界要啲人點啊，我哋講我哋自己教會裏面，你稱為神嘅子民，你應該要點嘅行為？我哋講緊我哋自己，你去要求出面嗰啲人冇得要求噶啦，嗰啲未信主佢點能夠去按你聖經嘅指示嚟到討神喜悅，行喺神嘅道裏面咧？嘥氣！講緊
教會裏面呢度一樣，不過喺教會裏面你容讓呢啲咁嘅耶西結教訓就唔得咯，就唔可以咯。所以喺教會裏面咧，如果邊個人洞察到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就要出嚟講出嚟，要唔好俾呢啲嘢喺教會裏面萌芽，咁先得。一容讓呢啲喺度萌芽咧，就越走越遠，離開神。呢度咧好得意喎，神咧冇叫佢哋悔改啊，因為咧神都自己出手啦，因為佢話俾咗悔改機會佢哋噶啦，佢唔肯啊，所以咧要佢哋卧病在床啊，要叫佢哋受大患難啊，神真親自出手嚟到教訓佢哋啦。嗱，咁但係我哋咧要睇翻一個字，大患難。誒，呢處神叫佢哋受大患難，正話嗰個士妹拿教會咪又受大患難嘅？都是受大患難啫，所以如果我們純粹看患難本身那樣東西就沒什麼意思，你基督徒又會受患難，不基督徒又會受患難，不是做了基督徒就一帆風順的，神時時保佑你的，沒有的，士妹拿教會就說得很清楚，是會有這樣的逼迫出現的，是會有什麼患難出現的，你自死中心的。呢處俾神懲罰嘅人又係受大患難喎，所以淨係睇患難本身唔足夠，你要睇埋嗰個患難點解會嚟到咧，從邊度而嚟咧就重要啦。你一路堅守神嘅道，因此而受患難，忍耐咯，至死忠心咯。你偏行己路得罪神而受患難，趁機會悔改咯。有機會嘅時候就悔改咯，如果唔係咧，就嗰個患難越嚟越厲害。咁就冇機會啦。所以推雅推拉教會咧，好重要咧，就係佢哋咧，隨著呢一啲咁樣嘅世俗嘅教訓，嗰啲人喺處咁樣宣揚，佢哋剛才講咗嘛，喺個好商業環境嘅聚會咧，原來當時啊，初代教會咧，佢哋喺好多嗰啲異邦神嘅神廟裏邊咧，即係等於好似依家冇咁興啦，以前十幾廿年咧。有些人告訴你啊，哪些人啊去夜總會應酬啊，那你跟著會想到什麼？跟著當然是想到很多東西啦，近前啊，去那些神廟那處啊慶祝啊，很多 外邊 的商旅來了，我們在那裡吃飯啊，認識一下新朋友啊，那即是跟著什麼呢？跟著就食祭偶像之物啦。原來當時那些神廟呢，很多那些希臘 的哲學呢，去告訴他們呢，肉身呢就跟你的靈魂呢沒什麼抵觸的，你的肉身呢就是肉身咯，你肉身犯罪呢都靈魂不會被污染的，因此呢他們在那些神廟裡面呢祭完神啊，食祭偶像之物啊，大吃大喝啊，飲醉呢，跟著還有一些叫廟妓，是住宅在那些廟裡面的妓女呢嚟到去同佢哋行人，咁係咪好近似？好似我剛才講話現代式嘅以前一啲嘅夜總會咁樣咧，跟住落去有好多下文嗰啲咧，近似啦。喺個好商業嘅環境咧，如果你唔係好醒覺嘅時候咧，去參與呢一啲係大家都認同嘅 social 下嘅交朋結友嘅為生意前景嘅好處嘅，你就會隨流失。信的人都會這樣容讓這些事在你身邊發生，推雅推拉教會就是這樣妥協了在這個大潮流的當中。跟著下一間教會，幫我按一按，下一間教會、這個推雅推拉很長的經文，去到後面呢就是說他們有一些奇嘅人啊，即大部分嘅人咧，好似正话咁样样咧，嚟到容让耶西别嘅教训，吃祭偶像之物行人。但系咧，有一啲其余嘅人咧，就系点咧？嗰啲冇服从到嗰个教训嘅，又唔晓得佢哋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嘅人，嗱、这个、呢个咧又系好重要。我哋福音好浅，福音好简单，好直接，系唔需要好大智慧嘅人咧，你肯接受就得噶。但系好多。撒旦的道理就顯得很深奧，所以這裡已經說撒旦深奧之理的人，
嗰啲帶你離開福音嗰啲咧，就可能咧又即係叫你做好多古靈精怪嘢，好深奧啊，好神秘啊嗰啲咁啦。呢度讚揚嗰啲冇咁樣服從嘅人，咁但係要點啊？耶穌話：哎，我唔將別嘅擔子喺你身上啦，你持守啊，守住你現在所行嗰啲，唔好再好似佢哋咁樣行差踏錯，持守住現在，等到我嚟就得啦。啊！我哋呢個主咧好憐憫我哋，佢哋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咧，呢啲奇異嘅人咧，可能真係孤掌難鳴，可能係少數三幾個，大部分嘅人咧都走咗嗰條路啦，大部分嘅人咧走咗正話嗰條路。依家啲少數嘅人咧，主叫佢哋持守就得啦。喺呢個咁多人隨波逐流失去嘅時候咧，忠心嘅你持守就足夠啦。好，下一張，幫我撳下一張。下一章第五格撒迪呢個教會，撒迪呢個教會咧，你見到好多紅色字。原來撒迪呢個教會咧，喺當時嗰個土耳其嘅地方咧，喺一個高山上邊咧，係一個地勢險要。咁我抄聖經互聯網上邊嘅資料咧，就話佢哋喺早前嗰幾百年咧，即係成日打仗嘅嘛，即係羅馬、希臘啊嗰啲咧。都打來打去嘛，咁呢一個城邦嘅人咧，就自恃佢哋喺個山脈上邊咧有天險可守，咁咧就點啊？跟住就唔得警覺咯。咁跟住咧，佢哋被人去攻打佢哋咧，就大多數人都攻打唔到。不過咧，都有兩三次咧攻打到。咁原來咧，嗰兩三次點解攻打到咧？因為咧，佢哋有一條好窄嘅峽道咧，只係可以容讓一個人行過咁樣咧。如果啲軍隊要殺上去，咪要逐個排排隊咁樣嚟上咯。咁你看住嗰個位置就得啦，係咪？邊個上嚟抌幾嚿石落去就搞掂噶啦，好容易噶。以前幾次俾人攻得上去咧，因為嗰個哨兵黑眼瞓，唔得警醒，黑眼瞓就俾人攻陷。咁所以咧，呢個撒迪嘅教會咧，可能都係一個傳統。佢哋嘅教會咧喺咁樣嘅地方裏面咧，佢哋都係唔警醒，都係瞓著覺咁樣樣咧。命存失望，安明咧會其實係死，咁就好大件事喎。咁樣講法，你哋嘅行為喺神嘅面前冇一樣係完全嘅，揾一樣嘢讚下都好啊。我哋有時教細路仔咧，點都揾啲嘢一樣都讚下佢啦。幅畫畫到烏哩麻茶都，哇！你好有創意喎、啊，即係等佢自信心好啲。一樣都唔得，我哋嘅主又唔講大話咁，真係一樣都唔得咯，無一可取。有一樣如果能夠拎出嚟讚賞下嘅咧，我相信主都拎出嚟讚賞下。冇，因為成間教會咧，其實係死嘅，啲行為咧樣樣都唔得嘅。咁點算啊？仲有機會悔改啦。如果唔警醒嘅話咧，我就臨到你嗰度噶啦，即係佢哋嘅缺點係咩？唔得警醒。好似正話講咧，可能佢哋呢個教會嗰個地勢咧，以前咧咁樣養得慣咗啦，冇人攻打到上嚟嘅，黑白眼瞓，黑白眼瞓咯，夜媽媽天寒地凍咁樣睇戲睇得多啦，就係咁樣，唔警醒，教會唔警醒唔得嘅。咁今天咧，我哋喺教會喺呢個宗教界裏面、基督教嘅裏面、呢個社會嘅當中，你唔警醒啊，好多嗰啲古靈精怪嘅教訓咧，就會影響到教會。同性戀冇問題啊，因為大勢所趨啦。聖經講嗰啲幾千年古板啦，依家唔同啊嘛。教會裏面同性戀結婚唔結婚咯，男同男結婚冇問題啊，女同女結婚冇問題啊，咁多人都接受咯，教會都要接受。嗱，好多其他嘅教會咧接受呢樣嘢嘅問題係咩？因為出邊嘅社會接受，所以我哋教會都要接受啦。呢個係錯嘅。出邊嘅社會接受，如果同聖經所講嘅唔同，神唔接受嘅咧，教會都唔接受。咁你話如果教會唔接受，社會都唔接受我哋教會嘅咯喎，咁點啊？咁你咪睇下姊妹嗱教會咯。社會唔接受呢個教會嘅時候就點啊？出邊好富庶、好風光，呢、這個姊妹嗱教會都面受逼迫咯。都貧窮咯，教會就係要咁啊！
要有個辨別能力，要有嗰個嘅堅忍，要有嗰個嘅堅持。出面嘅世界點樣敗壞，講啲咩嘢，神唔接受嘅，教會就唔接受。即使係面臨逼迫、面臨貧窮、面臨被邊緣化、孤立，定你呢一個嘅傳教為罪，都要繼續姊妹拿教會，唯一一間咧冇乜嘢缺點講出嚟，樣樣都話好嘅，鼓勵佢嘅。殺敵就唔係你唔警醒唔得，所以耶穌叫佢警醒。好，第六間非拉鐵非教會，非拉鐵非咧，佢咧又係一個好富裕嘅城市，喺交通嘅要道裏面，周圍咧又盛產葡萄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咧都係好富足。但呢個教會好特別，耶穌話：知道你嘅行為，你係點啊？你略有一點力量都曾遵守嘅道，哇！咁即係呢間教會，即係都好粗俗啲啊，好洋雞啊！咁稍微有啲力量，你都遵守嘅道，即係冇乜力量嘅教會。不過好在咧，都話冇乜力量都好咧，都去遵守神嘅道，冇棄絕嘅命，咁就耶穌讚賞。所以咧，你幾辛苦？幾無力，自己幾軟弱都好，你稍微有一點力量咧，你都要堅守神嘅道咧就好啦。耶穌讚賞佢咧，就係話你遵守我忍耐嘅道，就要忍耐。我哋嘅信仰好重要嘅忍耐，因着有耶穌，因着有盼望而忍耐，好微小嘅力量都繼續遵守，咁就好啦。所以咧，耶穌叫咧你持守你所有的啦，也是持守的。这个又是一间教会，没有红色字的，没有要责备他，虽然力量很微小，不会责备哇你这么力量微小，你壮大一点啦，你怎么不是，因为这个从来在神的眼光里面看教会，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是遵守主的道重要，很微小的力量不要紧，遵守主的道就行，持守。最後一間，嗱呢個咧就後邊有兩節聖經，我只管寫埋出嚟啫。老底加教會最後一間，老底加教會咧又係一個好發達嘅城市嚟嘅，農業、畜牧、羊毛、紡織，仲話醫學、哲學、文學都好發達啦。呢、這個教會好厲害，成個城市好厲害，喺土耳其南北。即是打橫打直東西南北兩條交通主道的中間，所以呢很發達。不過呢少少歷史講呢，就是說他們在尼禄做羅馬王的時候呢，即是大概主後六十年的時候發生大地震，整個城呢摧毀了。那麼羅馬的中央政府就說，哎呀你這樣我們給你援助你重建了城啦。老底加教会话唔使，不好意思啊，佢话我大把钱，我自己起翻晒都得噶啦。嗱，咁呢个系佢现实嚟嘅，咁真系大把钱就唔使靠中央政府啦。不过呢度咧就讲出咗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咁样样好富有嘅时候咧，反而咧神话佢哋嘅行为系点啊？佢哋不冷不热。咁耶穌講到好激氣，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啊！你唔冷唔熱，好似温水咁，我就喺口中吐你出去。即係講到好肉緊，唔知點樣講，要咁樣嚟到表達。佢哋係點啊？因為呢啲教會老底加教會嘅人，佢哋自己話：我係富足啦，發得財，一樣都唔缺，好滿足啊！不過佢哋嘅焦點係喺個物質嗰度。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耶稣就说你们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恨赤身。正话那个呢，我这么得意的耶稣要调回转看，正话那个贫穷又说其实是富足，这个富足又说他贫穷，又是那句咯，耶稣是从天上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永恒的角度，在永恒里面有没有价值存留的角度来到去讲的，这些这样在现世富足以为自己发了财
但係唔知道自己嘅行為咧，咁樣不冷不熱咧，就淪落成為咗困苦、可憐、貧窮、黑眼赤身。前邊咧所有嘅教會咧，都叫佢話悔改就得嘅，係無條件嘅，係咪？呢處咧就唔知係諷刺佢哋啊，激佢哋啊，定係挑戰佢哋啊，定係點？耶穌話：你咁多錢啊嘛，你同我買火煉嘅金子。要你服從，你同我買白衣，等你咧赤身露體嘅羞恥唔使呢度出嚟。你又同我買眼藥，使你嘅眼睛能看見。啊，要買嘅喎，你咁多錢啊嘛，你同我買啊。Okay， 我哋咪話信耶穌嘅恩典係免費噶嘛，係真係免費嘅。不過呢一個咁樣嘅老底家教會咧，成日自恥自己好多錢咧，耶穌係挑戰佢。你咁多錢啊嘛，你嚟同我買啊？呢啲先至係你哋要。的永恒价值的东西，永恒价值的金子，传到永恒，永恒价值的白衣，你们变成了圣洁遮盖你的罪，永恒价值的眼药，等你们能够看见，这些才是重要，不是你们肉身上边啊，真是数下自己有多少钱的发的财，那个不重要，这个行为不冷不热，那怎么发热心啊？你發熱心，熱心啲悔改，即係咁樣嘅過往嘅行為係唔啱嘅，唔討神喜悅。悔改，發熱心，咁就得啦。咁所以咧，呢七間教會咧，正話咁樣好快睇咗嘅時候咧，嗰個精結咧係乜嘢啊？如果要用一兩句説話嚟講咧，而家所教會係失去咗愛心。呢個士妹拿教會咧冇咩唔好，但係佢哋咧面臨一個逼迫，啊，即係勇敢要面對。別加摩教會咧，就跌咗落一啲陷阱嘅裏面，啊，即係撒旦嘅座位啊，呢、這個巴蘭嘅教訓啊，跌咗落啲陷阱。推亞推拉嘅教會咧，就隨流妥協，妥協咗喺呢個世界嗰度。撒迪教會咧就沉睡安逸。腓拉結非教會咧，好嘅教會，所以咧佢繼續遵守神嘅道，忍耐。这个无底家教会呢最正经的就是这句呢不冷不热。七间教会七的情况，现今的教会是什么情况？现今整个世界的教会是什么情况？地区的教会是什么情况？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情况？是值得我们呢着这七间教会那个的模型来去检视我们有没有失去爱心，我们如果面临逼迫怎么面对，有冇啲陷阱，我哋唔小心墮入咗咧？有冇啲潮流，我哋而家喺度妥協緊？我哋係咪自己覺得冇問題，好安逸咁喺度沉睡？我哋有冇咁樣不冷不熱？咁剛才就講咗話，上一次嗰邊度咧，就同呢、這個啊，準備到咁上下啊，有啲關聯我。咁上一次咧，我咪最後咧。有一個投影片寫出嚟話，有好幾個重要嘅原則，我哋點樣聽到行道嘅時候咧，我哋揸住嚟逐個檢視，就會有啲亮光俾我哋啦。有邊個記得有亮嘅？與人和睦啊！好啊，你講得喎。嗯，哦，一的愛愛心係啦，有冇？謙卑係啦，仲有冇？愛人如己。有冇？咁冇咧，就聽聽就話下張，下張呢個。我哋上一次咧又話咧，呢啲咁樣嘅大原則咧，我哋咧輪流去檢視下咧，就對我哋嘅行為咧，聽完道之後點樣行道咧，會有幫助。要愛人如己啦，喺與人嘅關係裏面咧，睇下自己説話有冇造就人啦，與人和睦啦，起碼都唔好令人跌倒啦，即系咧就。看別人比自己強啦，唔好淨係自己啱曬啦，唔好愛世界啦，要謙卑啦，唔好自己覺得好醒啦。向上邊咧就要等候神嘅工作啦，自己雖然要盡力，要等候神嘅工作，要有個永生嘅盼望啦。我其實真係冇心嘅，都咁啱咧。呢七個教會咧，我諗下，咦？如果擺落嚟呢處，有冇符合嘅地方咧？撳一下。以弗所教會失去了愛心，
失去了愛心，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愛，即是叫有一點勉強，因為我設計這個時候沒有專登去隔，所以呢到這麼上下有一點勉強，不過大原則底下呢都對，他們就是沒有了這個愛心，這個愛心很重要，以不所為。士妹娜呢，士妹娜咪哇面臨逼迫，好慘又貧窮，不過其實是富足的，患難 忍耐啦，頂住啦，十日啫，十日啫好多日，至死忠心啦，即是話俾佢聽要死啦，係嘛？當佢哋有呢個永生嘅盼望持定喺雪體嘅時候咧，呢啲自輕自暫嘅苦楚就唔當一回事啦。保羅講嘅係咪？所以咧呢個持定永生嘅盼望咧，係幾啱士妹娜使喎，係咪？下一張別加摩，別加摩係咩問題？我哋又講墮入咗啲陷阱嘛，有撒旦嘅座位啊嘛，巴蘭嘅教訓啊嘛，尼哥拉黨嘅教訓啊嘛。點解會咁啊？啲人自以為醒咪咁咯，就跌落呢啲陷阱咯。所以呢個別加摩咧，就其實應該要謙卑啲，唔好自以為聰明咧，就會好啲啦。下一張，推下推拉，推下推拉係咩事啊？哇！雖然環境發達，吃喝玩樂、荒宴醉酒等等，愛世界咯，呢啲我哋成日聖經裏面講，你唔好愛呢個世界。喂，你唔去應酬，冇生意做噶咯，冇生意做咪唔做咯。啊，咁就得啦。現今很多做生意的人的困局就在這裡，哇不去應酬一下沒有生意做的了，那你就為了生意妥協咯，推下推拉就這樣妥協隨流咯，你不要愛這個世界就很多事解決了。下一張薩迪，這個就算了，薩迪不是說他什麼問題，沉睡嘛，沒有一樣東西 是好的，那沒有一樣行為是好行為，很多時候是牽涉到人的，我儘管將他放在這裡，就是說與人之間的關係啊，即是同人之間的來往呢，不知是跌倒啊，看別人比自己強等等呢，都是關乎行為的，那這裡有些勉強啊，擺在這裡，因為他呢沒有一樣行為是好的，那你就悔改咯。下一張菲拉鐵菲，菲拉鐵菲是一間好的教會來的，神呢讚揚他，叫他繼續遵守，繼續忍耐，怎樣繼續遵守啊？忍到什麼時候啊？忍咯，唔知噶，咁即系点忍咯？明白？忍耐就系咁啫嘛，就系唔知几耐，继续忍，等候神嘅工作，做咗你自己嗰部分，交俾神，就等候神嘅时间。咁咧喺好多时候，你生活上边咧，大大小小，特别系咧，我哋信心少啊嗰啲咧，即系就系好多小事，所以我哋通常上嚟讲嗰啲见证都系小事，不过唔紧要，咁啊得啦，小事都系好宝贵。我哋咧喺小事上咧，神就操练我哋点样去等候神嘅工作，点样交托俾神。我哋做咗我哋自己嗰部分，交俾神去做其他嘅部分。非拉铁非就系咁样忍耐，等咯，等到神嘅时间咯。两样嘢，一系等神几时拯救我，一系等神几时咧叫我离开世界收工，咁样冇问题噶。哎呀，咁好惨收工！基督教从来都冇讲到收工好惨。收工就哎呀开心就收得工，明白吗？不过神呢，我就成日讲呢，好幽默好奇怪，你越哇想收工嗰啲呢有排你做有冇啲感觉呀？飞快跌飞忍耐就得㗎啦，等候神嘅工作。最后一间老底家不冷不热嘛，不冷不热咪唔理人囉，咁所以你咪要发热心喺你嘅行为上边咧，发热心悔改。咁咧就好似不谋而合咁咧，就勉强地咧将啲餐教会咧，哎呀都可以摆咗落去。咁所以我哋嘅信仰，我哋嘅行为，我哋要听到行动，我哋要喺启示录耶稣话俾我哋听呢七个教会里面嚟到去反省我哋自己系咩嘅地步，应该要点样行？你真系要记住。嚟到檢視你自己的行為，檢視個人，整個教會是怎樣面對這個世界，怎樣面對所有的人，怎樣面對所有的變化，甚至逼迫。咁願意咧，呢兩篇嘅道咧，能夠擺埋一齊咧，幫助到大家咧，點樣能夠比較全面，唔係最全面啊，比較全面咧，嚟到睇到呢個信仰咧，點樣帶領我哋走呢個人生嘅道路。我哋一齊祈禱。
親愛天父，你感謝你，你留低咗聖經，一路寫到啟示錄，叫使徒約翰咧寫低呢七封嘅書信，俾我哋咧有多嘅提醒同埋勸勉。主啊，願意呢七間教會嘅情況咧，都時刻喺我哋嘅心裏面咧，俾我哋去檢討我哋自己喺神面前要係點樣樣走喺你喜悦嘅當中，以至到你可以稱讚我哋係忠心良善嘅仆人，係順命嘅兒女。主，我哋都好願意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有軟弱又未做到，求主你幫助我哋，求主咧喺弟兄姊妹之間咧，俾我哋能夠互相嘅勉勵、互相嘅支持，攜手嘅咧一同走呢條天路到見你面嘅日子。多謝主，你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啊，你最近唔該，菲律賓。好，下個星期。